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讲解。线上的同学，大家现在能听到我讲话吗？我们还是提前测试一下，昨天刚开始讲了10分钟，结果大家都没听到。线上已经到同学，大家能听到我讲话吗？好，一面又还是测试一下，尽管。为了保险，因为昨天发生同样的情况，就讲了10分钟的基本面，结果大家一句话都没有听到，在群里问说老师怎么嘴巴在动，画面也在动，没有声音，我还是提前测试一下。好，现在已经有同学给了反馈，很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2018年3月2日第42讲，获利持仓，从容布局，静待一息，一共是十二个字，十二个字的箴言，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就是美联储的议息决议，我相信在市场上很多投资人，包括一些机构，都在等待这个非常重要的决议，把它拍板给定下来。市场普遍的预期就是美联储在3月份肯定会加息，那么我们对于它的一个预测基本上也是一样的。所以说，美元当然近期走得很有意思啊，就是涨上去跌下来，你看美元现在的下跌，美元指数现在的下跌又跟白宫。又跟这个川普的这个白宫的这个政治有关系，就是通俄门事件加上美国股票科技公司 Facebook 它的一个数据泄露的事件，导致了美股今天、昨天的一个暴跌，下跌了将近2%左右，然后美元指数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川普问题在贸易上的问题也一直进展不太顺利，所以说近期美元的一个走向就是基本是在一个底部上下在徘徊。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怎么去做呢？我讲了第一个4个字是获利持仓。什么叫获利持仓？因为我们有欧澳的多单，就是在美元琢磨不定的时候，或者在加息前夕，在它不知道是涨还是跌，是涨出一个彻底的结束掉一年的下跌的一个幅度，还是继续下跌到88以下，现在还是个问号。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把在美元还没有走出趋势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目光焦聚点或者把筹码压注在一些位置运行的很好的交叉口上，比如说这个欧澳昨天已经破位了，对吧？那么我昨天也是发了一个小朋友圈，大家应该在群里有看到，就是欧元。上周五的蝴蝶定论 C 点到 D 点的一个回调的买入的多单，现在已经是盈利211个点。那么欧澳的这笔交易还是否能继续持有下去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已有的获利，在今本周市场可能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周期当中，把这些已有的获利去进行一个持仓，不要过于提早的了结，比如说欧元对澳币的多单，对吗？然后昨天晚上有同学问到我说："老师，欧澳能不能空？"我说："欧澳现在是一个蝴蝶形态，地点被破坏掉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位置空是相当危险的。如果这个地点没有被破坏掉，那么欧澳很有可能再去走一波下跌。但既然它被破坏掉了，说明上方的空间被进一步开启。我们要做的就是千万的不要去空欧元对澳币，应该是做的去持仓，就是把好的价位买入的一个头寸，在它破位的时候持有到价格一直运行的一个高度，就是它跌不动为止，它涨不动为止，它涨到哪儿我就去跟随它的一个趋势来不断的上移我的止损。那么我昨天也是说了一句话，就是欧元对澳币周五蝴蝶定论的多单已经上涨了211个点。知道我们的止损实际上只有40多个点，然后现在是将近一个1:3、1:4的损益比，强势吞没上破低点。什么叫强势吞没上破低点？我们来看一下欧元对澳币。有同学问到今天要不要走，我觉得肯定是不能走啊。欧元对澳币趋势才刚刚在一个关键位置破位，怎么能走呢？就是我们看到整体啊。整体欧澳的一个上涨的幅度啊，力度非常非常强劲，从这个下跌到6477之后强行的拉升上去，一次两次吞没上涨，破掉前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牛市的形态，就是
欧元兑澳币，那如果这一个支撑是破下去的话，那么欧二极有可能去整体的一个牛市被逆转过来。但是现在来看，仍旧是一个上涨趋势的延续。所以说，我们好不容易在1.58这个附近去买入欧元兑澳币，那为什么要提前走掉呢？而且已经是走了很远的距离了，从这个位置一路上涨，破掉1.6，刚刚破掉关卡价格，刚刚破掉日线级别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阻力位置。那么像这种情况，上方的一个空间是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打开的。这个时候应该做的就是从容不惊，去持有它的一个获利的头寸，不要走啊。那第二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昨天在我们上周去做欧元兑澳币的逻辑是根据这个，是这个蝴蝶形态，这 A 叫 A 点到 B 点，C 点 D 点。然后我们是在 C 点到 D 点的路径当中，就是它还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去把这个欧元兑澳币在这个位置切入到交易当中去的。那么现在来看，大家注意看昨天的这个从1.59强势的拉升吞没上去，就直接是吞没掉前高，像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上涨，就意味着趋势在这个位置将这个蝴蝶形态的 D 点被破坏掉了。尽管我们是以这个，本来 CD 的路径是进去的，是吧？CD 买入的路径进去的，但是这个 C 点、这个 D 点被破坏掉之后，意味着蝴蝶形态的破坏，往往意味着趋势会继续强势的延续上涨。所以说，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笔单一定不要出掉，就是欧元兑澳币的一个底部，现在来看是一个底部，买入已经运行了235个点的多单。不要出掉。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现在至少在议息会议临近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去做一些保守的防守，比如说昨天的黄金，比如说昨天的欧元。那么昨天晚上有同学跟我聊到，就说老师，黄金已经涨上去了，趋势有没有改变？我说现在暂时趋势还没有改变，因为由于本周有很多可能会引发基本面上面的一个变盘的消息，比如说这些各国央行的议息会议。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打江山，打江山之前已经打了，对吧？之前已经把江山打下来了，现在怎么去稳这个江山的问题？就是反弹做得好，这个防守做得好，这个反弹无烦恼。昨天说了防守做得好十个字，就是黄金我们是将止损移植在了1315，就是平掉一部分之后，将止损移至了1315，所做的防守使得昨天黄金的反弹并没有吞大部分利润，而是在一个防守端去将整体敌人的一个攻势去把它拦截了下来。所以说现在这个行情啊，我们为什么讲这个要去耐心的持仓呢？但同时你一定要去做好防守。比如说像现在欧元兑澳币，有同学问到，今天早上问到我说欧澳这个单还要不要出？我说肯定不能出。为什么呢？因为1.6刚破意味着趋势有可能继续上行。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是出掉的话，极有可能是在趋势刚刚发动的一个中间阶段提早的离场。这个时候实际上往往是不太吃亏不讨好的一个交易的思维。那么我们来看到1小时级别也是这样子，强力的上破上去，回踩回来，再次上涨，有破前高的趋势。也就是说，今天欧元兑澳币还有可能继续往上突破。那么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将我们曾经底部的止损 moving stop loss 往上去移动，这就是一个攻守兼备的一套策略。就是趋势在上涨，我们在进攻的同时也不忘记防守。比如说昨天我们尽管那么看空黄金，结果黄金晚上还是拉升了一波。所以说这种保守性的防守在交易当中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做到。尽管你再怎么认定趋势会怎么发展，但毕竟市场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也是要在做好进攻的同时，将这个防守端的一些策略步入进去，谨防市场出现特殊情况的变盘。比如说黄金昨天的案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今天欧元兑澳币该怎么做呢？我请大家将昨天的止损，昨天止损在这儿，对吧？移动到1.59099的位置。好吧，欧元兑澳币止损上移到1.59099，继续等待它往上破。它会不会往上破？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按照这个趋势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往上破的，应该是一个往上破的格局。所以说，我们有了一个往上破的预期，那么同时又做好了相当的防守。所以说，这笔交易我至少能保持
在哪怕在它变盘之后，我也能保持是一个获利出场的状况。所以说，现在的这种行情在本周即将面临一个很多市场发生变数的一个发生变数的几天内，我们一定要去攻守兼备，既要进攻，同时也要防守，不能说只进攻不防守，同样的也不能说只防守不进攻，那样都是不对的，好吗？欧元对澳币，今天等待1.60的继续上破。以我的猜测啊，我们看到昨天晚上在四小时这边也是去。昨天晚上看到四小时出现这样子一根 K 线之后，我就知道欧元对澳币上方的空间有可能被进一步打开了。所以说，欧元对澳币不要提早的离场，好吧？再次强调一遍，欧澳的多单不要提早的离场，将止损上移到1.59，继续跟踪它的涨势。如果再往上走，那么你的止损应该是继续上移到1.59720附近，继续上移到这个。就是大破位的这个下方继续往上移，就是趋势往上走，我就继续往上移；趋势往上走，我就继续往上移。为什么要往上移？刚才去讲到过，同样的就是欧元对澳币，它已经运行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位置。我们看到日线级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位置。从去年，我们看一下，从去年2017年2月份一路涨到今年3月20号，涨了一连一个月。所以说，会不会在这个高位产生一些终结？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它一旦产生终结的话，欧元对澳币说不定是一波很大的下跌的开始。因为趋势始终会延续，但是呢，有一天它终究会反转。但是那个反转点在不在现在？我觉得还不在现在，它可能还要去再次上行一步，去涨到一个极限的位置，然后，这个出现一些这个阴阳的转换，就是牛市终结，然后变为熊市。现在来看，我觉得还提早了，好吗？刚刚在四小时当中，我们从技术面上去切入到一个分析的逻辑来看，就是欧元对澳币是已经完全一个破位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不应该去及时了结，应该是把止损下移到这个位置，止损上移到这个位置，然后继续等待它今天的一个突破上行。这是我对欧元对澳币的看法。那么总体的已经是走了200多个点，而且日线级别已经关卡价位往上突破了，所以说。所以说昨天如果是有还有欧元对澳币没有减仓的同学，那么在这个位置也适当的可以去先行减一下仓，先行减一下仓，就是把这个已经走出来的趋势所带来的利润，先将一部分放入到自己的账户当中去，以确保你这笔交易的一个正确性的同时还有盈利，在交易当中相对保守的一些做法。我们做交易也是。昨天有同学晚上跟我聊到说，自己在交易的一个仓位上面，或者在交易的情绪控制上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一天呢，外汇市场上面有很多货币啊，比如说有直行货币，有交叉行货币，有这个贵金属、黄金、白银，还有原油，还有一些这个期货，像糖啊、天然气啊这些东西，对吧？品种很多。我们在学习到的一些交易的手段，再去学习到的东西越多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品种的时候，往往就容易产生什么都想做，就是你学的越多，你就会去想用的越多，那么想用的越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去在一些不太正确或者还没有成熟交易体系的一个情况下，什么品种都做的话，往往在风险控制方面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像直盘货币，比如说做多美元，做多欧美，做多英镑，做多澳币。像这种情况，一个同方向的一个交易的话，在仓位的控制上面尤其要引起注意。比如说是本来是5%的仓位，那如果做三个，那就是15%。对了还好，如果一旦错了，你的账户就是回撤15%。回撤15%，对于一个交易者来说是相当相当大的一个回撤点。所以说，请同学们注意，在去把握这些交易机会的时候，同时要注意风险的控制。我们再看到一个同系货币出现同样的交易机会的时候，选择性的去甄别或者去筛选出那么一到两个就够了，然后再降低自己的一个仓位，让它把它执行到交易当中去。交易是一条注意啊，交易是一项长跑运动，它并非一个短跑运动。短跑运动是也许100米就决胜负了，那么也就是破釜沉舟了。今天不是涨就是跌，我压的全赌进去了，对吧？那么像这种情况就是成王败寇啊，成王败寇，要么就是赢，要么就是赢，那么要么就是爆仓结束，或者要么就是资金已经亏的
回撤点非常大，回撤50%、60%，这种结果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应该是把交易作为一项长跑运动，在以月为单位、以周为单位去慢慢的累积自己的利润，这样子我们一年的交易状况才来看下来，我们的整个交易的曲线才是一段非常平滑上涨的曲线，而不是大起大落，好吧？这种大起大落会给交易者造成非常大的情绪的影响，有时候会欣喜若狂，有时候又会陷入一个极度悲伤的交易情绪当中去。这样子的话，对整个在交易心理方面，实际上它是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交易的习惯？所以说大家要摒弃掉这种思维，好吗？我们把交易当中一种长跑运动，每天涨一点，每天盈利一点，每天盈利1%，每天盈利，这是每周盈利3%，每周盈利4%，慢慢的日积月累，过个半年。你就会发现你的账户已经实现了质的增长，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慢慢蜕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下子横空出世，不要这个样子，好吗？那么接下来的这个3天2夜的活动当中，也是上海的举行的3天2夜的活动当中，也就是在2月23号3天2夜的活动当中，我也会向去大家去展示一下，我们在从2月份，就是今年是吧？今年是2月25号开始的第一堂讲课，就是过完年来的第一堂讲课，给大家去在亚洲盘当中去交易的，给大家的一些思路，然后我自己做的一些交易，然后我们去讲解布局的策略，然后给大家去看看我的一个交易的曲线，然后你再对比一下。去找一下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去从我的交易曲线当中能去看到一些什么问题，或者你能去学到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呢，大家可以到时候来跟我去分享。那么我会向大家去展示我的一个交易的结果，就是从2月份一直到3月20号以来，好吗？那么欧元对澳币继续持有，止损上移。另外的话，我们来看一看纽币。纽币也是昨天我们在亚洲盘的时候去讲解到的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短线，把它给抓住了。整体看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蝴蝶形态了，就是 X A B C D 点四个点，在最终是在这个地方是抓到了一个极限的反弹。那么这种极限的反弹去获取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相当的技巧的，就是在逆势交易当中啊。左侧逆势交易当中，如果大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位的敏感，或者你不太会使用蝴蝶形态的话，不太会使用蝴蝶定论去找极限位置的话，就像这种交易尽量的去放弃，好吗？像这种极限位置，因为它是相当考究技巧的，你稍微的技巧使用不当，你或许入场点就入在这些地方。那么入在这些地方的话，往往你可能抓不到一波很好的短线这种反弹的交易，这样子会使你的交易陷入困境。会使你的交易陷入困境，好吧？所以说，我们看到回看昨天的一个纽币的案例，我们给了两个目标，总体的一个损益比，今天来看的话，因为昨天止损是大概是给在1.7180附近，就是20多个点的止损。那么两个目标是吧？昨天的第一目标就是前方的这个高点。前方的高点，我们把它设为第一目标，然后在昨天下午的时候，砰的一下打上去了，第一目标到达，减仓出场，剩下的持有到在哪儿呢？0.72565，大家看，今天纽币最高点次的价格是不是就在0.72565？那么今天我昨天晚上也是在昨天晚上也是在这个，昨天晚上也是在朋友圈里面去。把这个交易的结果发了一条，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纽币刚刚是走到0.72，就是第一目标离场，等待第二目标，就今天早上到第二目标就全部了结。这个短线的一个逆势左侧底部入场的空单，就是在第二个目标全部了结。所以说，纽币现在怎么看？我觉得依旧还是一个相对偏弱势的格局。至于它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形成反转，我觉得还有待时间去进行去进行这个验证。那么现在的一个0.72，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关卡。那么在这个关卡当中，在这个关卡当中啊，大家注意看，点刺一次再次下行下来，仍旧是在一个两个大型阴线的覆盖范围之内。
就是它整体还是在往下走，并没有出现一个强劲的往上去拉。那如果是强劲的往上去拉的话，那么纽币的可能格局在此会形成一个反转。那像现在这种行情来看纽币的话，我依旧以一个稍稍偏空的格局来看待它。但今天的一个，由于昨天是做了一个短线交易，已经全部了结出场了。那么大家在这个位置要不要再次去尝试一些去抄底多单？我建议暂时先不要。我们在去交易当中去讲到过，就是有时候一个区域，当它被多次，就是在交易当中实际上是很讲究位置的新鲜度的。就是一个位置，如果刚到的时候你没做，再点到的时候再去做的话，它实际上交易的一个概率、成功的几率，它往往不如前面一个好。所以说，我觉得纽币在0.72这个位置，我会先去做一些观测。今天我不会再去考虑在这个地方再次去切入到这个，再次去切入到纽。好吗？那么我请大家也跟我做一样的一个做一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这个策略的一个制定，就是在0.72这个地方先做一些观测，等它在这个地方出现某一些非常明确的信号的时候，比如说大型阳线的吞没上行，那么那个时候再去切入到纽币当中，也不会太晚。或者是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是支撑不住了的话，那么纽币接下去它下行的一个走势就会被进一步打开，就是整档下行的格局会被在0.72的破位进一步延续。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去反手去空纽币的时候，而不是去在这地方再次买入它。你不是说纽币要新高再空？没有啊，我没有说纽币要新高再空啊。昨天下午是在这个地方是做多的纽币啊。这同学都做了吧？应该听错了吧？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是，根据这个双底，然后走到这个地方是在0.72，然后我告诉大家说，在这个地方大家去仓位稍微轻一点，然后去进入这个多单两个目标，好吗，Frank 同学，可能听错了啊。现在再次回到0.72，就是纽币就暂时不要在这个地方再次去切入到它的多单中去。我们在0.72做观测，好吗？再做观测，我觉得可能会在星期四、星期五，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些很好的底部的形态的话，再往上去破，往上去吞没的话，有可能再次形成底部的时候，我会再去考虑切入到纽币的多单。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刚刚去了结到第二部分，所以说纽币的这个现在怎么看呢？我觉得，等它再回落下来一点，我们才去做决策。现在这个位置就先对它进行观察和观望，好吗？朋友圈啊，就是很有意思啊。当大家看到这样子的形态的时候，就涨上去、跌下来，涨上去、跌下来，那么 how we doing？我们会怎么做？就是在它没涨上去的时候，比如说现在纽币是这个价格，我们给它的第一反应就是在这个位置，how we doing？有两种思维啊，就是左侧交易的思维，就是我尝试去多一多，对吧？但是往往顺势交易在这个位置，一定是不会考虑去在这个位置去形成一个多单入场的，因为整体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下行。那么所以说，how we doing？how we doing？第一就是 buy，第二就是 sell。那么 sell 的话，在这个位置很明显不是 sell 的好点，对吧？sell 也等它 breakout，然后再 sell，对吧？breakout pull back sell。所以说，两种思路，我们延续到今天对于纽币的分析当中去。0.72，如果拉回来，空下去，如果是在这个位置再次企稳的话，那么我们明后两天再去看它再次会有一些什么反应。如果给出了明确的交易信号，那么我会再次去切入到纽币的多单当中去。所以说，现在我们等它回到0.72再做选择，好吗？这个短线的多单全部了结了啊，短线的我自己的多单全部了结了，没有再恋战，没有再恋战。接下来看一看黄金。黄金有人那个是这个很有意思啊，黄金整体是在昨天是走到了0.1308，我是希望等到它到1305，就差三美金。就差三美金，我的全部就要走掉了。结果他昨天晚上来了一个 V 型反转，把我的这个利润从208
一路吞噬到1315，因为昨天是有移动止损的，是吧？昨天下午在讲的时候是黄金在1321的空单，1321的空单止损一致到1315，做好保守的一个防守策略。所以说昨天黄金既对又错，错在哪儿？错在没有在1380走，因为太过于追求这个位置的一个出场位置的一个这个考量的话，有时候往往它不会就是。实在是会是有一些强啊，这个强差人意了，不一定会去走到那个你想要的那个很好的位置，但是它离目标那么近的时候，它往往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市场让你发生一些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还差3美金我就全部离场的时候，结果它一下子反弹上去了。那么庆幸的是，我们将止损移至到了1315。昨天晚上有同学聊到，就是说，他说这个有时候啊。看自己盈利的时候心情会非常的舒畅，看见自己的交易的资金在增长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情，或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持仓的一个预期，但是一旦行情发生反转，自己心态就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这边我要给大家告诉大家一句话，这个也是郭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浮动盈利不等于大家把这句话一定要牢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浮动盈利并非等于真实获利。所以说一旦有这种想法的话，你看到自己的交易在浮动，对吧？看见自己有一些交易就是说，哎，这持仓能力啊，四个字，持仓能力是怎么获得的？就是把这些浮动盈利不要把它当成，有时候很多同学再去比如说有这个欧元对澳币，欧元对英镑的空单，对吗？比如说昨天有欧元对澳币的多单，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它涨上去稍微回来一点，你会发现自己盈利减少了，那么你会把这个市场当中持仓浮动的盈利当成你的账户的真实的盈利，它必然会影响到你的持仓心态，你的持仓能力自然会锻炼不上去。所以说有时候要放空自己，在交易当中也要放空自己，也要无我，也要无我，要无那个相。我们还是用佛学里面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教义来讲，就要没那个相，就是浮动盈利它也是相，要把这个相去掉，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真实的持仓能力的提升，一个质的提升。所以说浮动盈利，当你的浮动盈利特别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交易的反弹带来过度的损失，你应该做的最保守的策略就是移动止损。好吗？移动止损是最保守的解决之道。所以说昨天黄金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就是预期是错误了，但是做了正确的防备策略，总体来讲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今天黄金怎么看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黄金。我们看一下日线级别，今天黄金日线级别是在点刺到了1308，就底部的一个日线的关卡之后，出现一个强劲的上拉。那么这种上往上的推动是否是可持续性的？我们从整体黄金的一个格局来看，仍旧是处在一个单边整荡下行的格局，并未被完全破坏。所以说现在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或者以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来看待它，就是震荡下行且偏空。那么什么时候这种空头才会被彻底的，或者是被彻底的打破呢？我觉得还是要在1300那个地方去做抉择，就是现在可能要把低点往下移了，因为本来是在这儿的，这儿，所以说本来是1300，那么现在抉择黄金继续看反弹上去的一个高点，就是在1326、1325附近。那么今天黄金是如果走到了1325，在那个地方再次遇阻下行的话，它极有可能去破掉前方的1300的一个低点，继续形成下行，继续形成一个往下走的格局。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黄金在1316这个地方不应该再去做，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入场做多和做空。如果是要做空的话，我建议大家去等待一个在1326的蝴蝶形态去完结之后，然后再做观测了，我们再去做空它，就是在1326高位去等待
反弹到这个位置，再考虑去要不要空它，好吗？暂时我不会考虑在这个位置去买或者去多，去买或者去空，我觉得这个位置都不太合适，因为在中间位置实际上是做多做空都是不太好的。为什么要强调位置呢？中间位置的话很尴尬，对吗？上下各是50%，而且成本不太好去控制。所以说我的交易的思路往往不会在价格到达某一个中间位置去切入市场，往往是极限位置，就跟昨天的牛逼是一样的。由于我们抓到了极限位置，最终能获得一个一比二点几的损益。如果你的位置不够极限的话，你的损益比是被大打折扣的。所以说一个好的位置直接决定你这笔交易的质量，直接决定你这笔交易的质量，这在交易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究的因素，好吗？黄金等待反弹到26这个地方，我们再去做抉择。现在基本能去制定的一套交易的这个计划了，就是走到1326，我们可以提前的去设置一下交易计划，就是把止损放置在1331附近，大概44.5美金的止损。然后第一目标，我认为是可以看到。第一目标的话，可以看到1320附近。第二目标，1315，也就是现在支撑的位置。第三目标，前方的新低。就暂时的话，我如果去执行这套交易计划的话，我会先给它设置三个目标，好吗？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等待市场去走出我们的预期之后，在1326这个地方再去做一些抉择。现在这个价格暂时先不要动，好吗？暂时先不要动。那么晚上如果黄金反弹到这儿，先不要挂单啊，不要在这个位置挂单，就是走到这儿，我们看有没有出现一些好的形态进来，我们再去控它。现在能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关注这个高点，去在等行情爬到这儿来之后，然后再去考虑去在这地方空，还是在更高的位置去空，或者是去破多，好吗？现在暂时把这个交易计划去，暂时不要把它落实到市场当中去，暂时给它一个预期，等预期到之后，我们再去做观测，给大家一个想法、一个想象的空间，或者一个计划制定、一个计划制定的一个纲要和逻辑。1326。好吗？黄金等待更高的位置，看有没有做空的机会。接下来讲一讲这个欧元。欧元在整体的一个走势上面啊，我们看到，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看到欧元整体在这个1.23，昨天是也是开启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弹，还好我们昨天是做了一些保守的行为，将这个欧元的这个反弹去把它规避掉了。那么整体现在来看，整体欧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把这个护月线关掉。我们如果用通道来去看它的话，就整体欧元还是在一个下行的通道当中去，尽管有一个底部的反转，但是它现在来看好像是有一些往上去破的意味，但是在它没破之前，我认为欧元在1.2350这个关卡还是会面临一些阻力。我们对于欧元的判断，我对于现在对于欧元的看法依旧是一个稍稍偏空的去看待它，因为我们看到日线级别，注意看，大家注意看日线级别啊，整体依旧还是跟黄金有一些类似，就是它就依旧是在前方的一个阴线的覆盖范围之内，尽管有一个吞没的上涨，没有去超越前方的一个阴线覆盖的范围的高点，所以说欧元现在依旧以一个稍微偏空的一个角度去度量它。那么1.2350这个地方会不会形成破位呢？我觉得1.2350这个地方会不会破位倒是有待考证，目前的观测就是它不太，目前的考证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下行的通道啊，就是低点再往下再移，现在再次反弹到通道的高点，那么这种格局实际上是还在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就现在的价格去给予欧元去做决啊、去做一个决绝，它到底是往上破还是继续往下去走，但是现在就整个大局观来看的话，欧元是依旧是一个稍稍偏空的看待它。
在这个位置要不要去做多做空呢？我觉得先暂时不要在这个地方入场。我觉得欧元这个价格也不太适宜去做多或者做空，因为做空的话，这个位置也极有可能破上去。破上去的话，欧元又是上方的比较大的一波反弹，比较大的一波反弹，有可能再次去到1.25，对吧？如果在这个地方去空下去的话，我觉得空的话也有一点利当前的走势。为什么叫利当前的走势呢？利小市就是现在的一个小市是底部大型阴线吞没之后连续拉上来，拉到这个地方，所以说。逆小市的这种交易，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在这个位置去尝试了，就是1.2350这个位置，我们再去做一些观测，好吧？再去做一些观测。当我看见它再次遇阻下行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欧元反弹上去，我会再去考虑空。就这个现在这个位置，我不太会考虑去空它，暂时不太会考虑去空它。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切入到欧元对美元。注意看这个地方啊，就是走上去拉下来，走上去拉下来，再走上去，它好像是去有一点感觉像是要突破的迹象，这个位置有一点感觉像是要往上突破的迹象，并没能再往下走，所以说这个位置先暂时不要去做它，好吗？暂时的空和多都其实都不对，在这个位置做都不太保险或者不太保守。那除非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它跌下来破掉了前方的低点，再拉上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欧元的空单就交易机会就到了，好吗？那这个时候欧元的空单交易机会就到了。就现在为什么不能在这个地方空？因为现在大家注意看，它仍旧还是一个去试图去穿的一个阻力的一个状态，这根非常长的一个1小时当中的一个阳线，试图有去穿刺，所以说这种多头的余力还在。当多头的余力还在的时候，就不要轻易的尝试去跟它对着干，不要对着去做反向的交易，直到等它多头的力量彻底衰竭之后，再次向下有破掉前低，那么我们再到这个地方去做一些决策，好吗？再到它破掉前低之后反弹回来，再去做一个决策，为什么呢？因为破掉前低。遇阻之后破掉前低，我们的市场条件就被承受了，就被进一步承受了，就是这个位置确实有阻力。当你发现这个位置确实有阻力的时候，再次去做空的话，你成功率会高一些。所以说，欧元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暂时不要去切入它，好吗？暂时不要去切入它，上涨下跌都有可能的。我们再进一步做观测，这是欧元对美元。但是今天有一个货币啊，有两个货币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我觉得都是有交易机会的。第一个是，澳纽。大家注意啊，我们看到，为什么今天要去做澳纽呢？我觉得大家注意，澳纽从1.2188下跌到1.2108，反弹回去。再次下跌，从日线上来看，它是走的一个非常标准的 AB 等于 CD 的形态。它是走的相对标准的一个 AB 等于 CD 的结构，而且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底部的迹象，尽管它有一些往下破了，就是这个位置，尽管有一些穿越，是。仍旧没有形成真实的往下强力的穿透，所以说这个位置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多单的。我觉得，澳币对纽币，我也是在这个4小时当中去挂了一个，但是现在还没有入场。就是我的挂单是在，就是在这儿了，就是1.065，看一下挂单在哪。1.06631是在这个地方是挂了，1.06631还往上一点，大家可以在1.06619这个附近去挂一个这个欧元澳元对纽币澳纽的一个日线级别 AB 等于 CD 底部试尝试的去多一
试单，就尝试的去多一多，看它有没有机会形成反转。我觉得这个交易机会，今天来看，在日内当中，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把握一下，但是仓位也不要太重了，因为我们在本周的话是昨天尝试去做了一个纽币底部的多单，还算成功，两个目标全部到达了，今天几乎是在第二目标极限发生反转。那么同样的，澳纽也是一个下降格局。那么在澳纽这个下降格局当中，我们在尝试的时候也不要用太重的仓位，就一个稍微偏轻的仓位去，在这个地方去切入到澳元对纽币的多单当中，止损大概28个点，放置在1.06321的位置。第一目标，我觉得第一目标，由于是短线的尝试，就不要去设置太高的一个位置，就是大概是在。大概是在这个，大概就放置在1:1左右吧，大概放置在1.06190附近。那第二目标的话，我认为是可以看到，第二目标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前方下方的支柱固化的位置。第三目标，我觉得可以放在。暂时先看两个目标吧，暂时先看两个目标，就前方的一个支柱固化位，大概是在1.07180附近，就两个目标，最终的话是一个将近，最终的话是将近一个1:2左右的损益比。这笔交易的话，它会不会在我们入场的那一刻起，就是由于日线级别是一个下跌时段非常长了，而且下跌幅度非常深了，那么会不会在我们入场之后就形成大的反弹？这个还有待商榷。就是我们入场的时候，或许不是它立马反弹的那，就会在这个地方去震荡一段时间，再次上去也有可能。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入场位置，会不会是它底部的一个最终落脚点？我觉得从时间周期上还有待验证。但是从位置上来讲，我是短线交易实际上是可以切入进去的，好吗？两个目标，大概第二个目标放置在1.07160。第一个目标，1.06890附近，两个目标。这个是澳纽4小时日线级别 A B 等 C D 在4小时当中去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好吧，切入点可以使用挂单在这个地方入场，止损28个点。哎，下来了一些，下来。短线交易啊，大家不要太。逆势短线交易，大家不需要用太重的仓位，仓位稍微轻，稍控制一下。另外的话，多澳纽相当于在多澳币，我手里现在还持有欧澳的多单，多欧澳相当于在买欧元，空澳币，就是这样子一多一空，实际上又是去做了一个小的对冲，好吗？小的对冲，所以说有时候交易当中也是就是说。在寻找到一些机会的时候，可能会不就是说去找到一些比较相应的货币对去做一些去做一些这个对冲，在交易当中也是经常去使用的手段，好吗？欧澳的话就继续持有了。就是欧澳的这一波如果下跌下来的话，就是往下回吐的话，那么我的这个澳纽说不定就开始盈利了。那么这一波下跌，欧澳在顶部的往下回调，这一段我就通过一个多单去把它规避掉了，就把这个利润吞噬去把它规避掉了，这也是对冲当中的一种风险控制的手法。澳纽，好吗？澳纽。那今天的话，还有一个货币也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就是镑价。我觉得镑价啊，大家注意啊。我觉得报价上去有可能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涨幅啊，整体的加币，美元对加币，我们昨天是在期待它破掉1.31，是往上去做的，结果它昨天晚上突然间拉下来，拉到了1.30，我们看到没下？昨天给予的期待是在这个地方能形成一些震荡之后破位往上去做，结果它今天往下，昨天晚上突然间就往下走了。所以说，美元对加币这个位置，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加币整体还是一个贬值的通道，就是加币现在走的非
我们可以把目光转移到其他的加密货币上面去。比如说，昨天英镑就反弹的非常厉害，英镑从一点，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去做棒加，英镑昨天是走到了这个，走到了这个，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讲的英镑吗？四小时当中，我说英镑在 1.40 这个地方，我一直是在看着它，期望它破位，结果它就在昨天破上去了。那么上周也是有同学问我英镑要不要在这个地方去空，也是不建议在地方空。我总感觉英镑会破位上去，结果昨天它就破位上去了。破位上去之后 ，XABCD 点完成了一个4小时当中的一个大型的蝴蝶形态，那么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反转。当然了，英镑整体的走势有没有，会不会在 1.40、1.41 附近继续遇阻往下去出现分化呢？我觉得还有待考证。所以说，英镑的这个空单暂时不要去执行它，好吗？大家的一个路径就是，英镑在 1.41 这个地方或许还是有一些阻力的，但是先暂时不要考虑在这个去空。那么昨天也是在下午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两个货币，第一个是纽币，第二个就是英镑，就是两个，就是纽币和英镑都有多单的交易机会。那么我们也是在看到英镑在这个蝴蝶形态一小时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蝴蝶形态 XABCD 点完结之后，刷了一下拉上去了，拉到了这个昨天最高点是走了将近179个点，可惜的是英镑这笔交易我自己没有执行进去，方向看对了，逻辑分析的是正确的，但是是没有执行进去，把它执行到了这个纽币的多单上，所以说也有一些遗憾吧。如果英镑昨天是在这个位置去，在这个位置啊去买入的话呢，今天整体的收益是相当相当不错的。那么我们既然昨天没有去入英镑，刚才去讲到过，美加加币又在持续的贬值，英镑又走得那么强，那么我们通过这个逻辑来推导的话，那么最好选择的品种是不是就是棒价？我们来看看棒价。那棒价的话，整体啊，我们看到棒价整体是一个强势破位上行了，就是这个位置，1.07、1.79。大型阳线的吞没上涨，回调回来，再次连续三天的上拉。那么像这种格局是一个典型的牛市的延续，就跟那个欧澳是一样的。所以说，棒加有同学问到要不要空的，肯定不能空，这个位置一定绝对100%不能空。要空的话，我觉得至少得等它再往上去涨一点。那么我们刚才去分析到，英镑是在所有非美货币当中走的最强的，加币在非美货币当中走的非常弱。那么美加的昨天又走出了一个下行，破坏掉了我们买入的结构。综合这几个因素来看，今天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货币，我认为就是棒加。我们可以把这个棒加的多单去执行到交易当中去。大家听明白我刚才分析的逻辑了吗？就为什么不选择美加？听明白刚才分析的逻辑了吗？就很清晰了，对不对？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在选择货币上面要有一些这个交叉盘，它是有一些复杂的。因为直盘的话，你只需要去考虑跟美元的关系；交叉盘的话，你必须要加入到美元当中，把它作为中介来去对比系列进行分析。比如说，对比英镑跟美元的强度，对比加币跟美元的强度，然后再综合去对比分析出来棒加的一个主要的走势。所以说，交叉盘的选择上面会有一些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投资人在去规避掉交叉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分析起来比较复杂，对吧？他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他要考虑的点也比较多，他要考虑三个国家的一个基本面，要考虑英国经济的基本面，要考虑加拿大的基本面，要考虑美国的经济基本面，然后把这些三个因素融合在一起，然后再去分析，自然就会工作量显得会大一些。所以说很多人他不喜欢交易交叉盘，但是我喜欢，我非常喜欢交易交叉盘，尤其是在直盘货币还没有一个很定数的时候，就是美元时强时弱，近期又在打太极，在底部一下子涨上去给你一些希望，一下子又跌下来就让你失望。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你在做非美货币当中，有时候实际上是在看好一个品种，在去做非美货币当中，你希望它走的时候，它往往会把你的耐心消磨掉。就是我们是希望黄金下破到1300继续往下破，然后去耐心的继续持仓的时候，这个时候哎，昨天黄金一下子又拉上去了，把你的耐心给消磨掉了。或者是这个美元到底会不会在加息的前夕，这是加息的前一天啊，今天星期二，明天就加息了，也不是加息了，就是说明天有这个议息会议加息
自己的前意见，它又是出现了一些变数。所以说这种，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其实我们不需要把那么多筹码都放置在非美货币上，这也是一种对冲啊，对不对？就是将风险去将自己的目光转移到交叉盘货币上，因为交叉盘它实际上对于美元的一个主要的影响，美元对它的影响相对来说会小一些，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选择一些交叉盘去分析的原因。那今天的话也是加币，那加币的话整体是走在这个一个非常非常强劲上涨的格局，连续4小时爽爽爽下行下来，回调50%的位置，6.18%。啊，50%到6.18%这个区间再次上行，所以说棒加今天的交易机会就是破位买入，破哪个位置呢？大家注意啊，昨天分析美加是在顶部，我是期待它有三角形出现，三角形顶部的三角形出现破位上结构，然后去买，结果它下去了，所以说美加今天就把它放弃了，不要去看美加了。英镑走得很强，那么我们就看棒加，棒加顶部是正在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收敛。一旦这个三角形的收敛形成的话，那么它最终的一个格局就会在此形成分化。所以说今天棒加我们应该是去关注它破位买入 buy stop 的一个点，大概是在 1.8360 这个位置，好吗？大概是在或者还高一点也可以啊，就是在这个区间大家自己去做抉择。1.83760到1.8370这个位置，大概是这个区间。我觉得棒价破上去之后，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执行它的这个多单。止损怎么放？止损两个位置，就是因为棒价它自身属性的原因比较大，大家知道它日内基本上是波动80-90个点左右，70-80个点，它的波动比较大。那么我们的止损适当的考究的话，也不能放得太低。你不能说我做棒价我就放20个点的止损，不太科学，对不对？或者是放这个60个点的止损也不太好。我们之前讲过止损的三个原则，如何去考虑止损设置方式的三个原则，其中一个就是货币自身的属性，要去考虑它本身它每天的一个波幅的问题，它波动的一个这个规律，以及它波动的一个点数，去综合来对比一下，然后再去抉择它止损的位置。那么棒加止损的位置有两个值得大家去参考的，第一个就是在稍稍激进一点的，就是放置在 1.82840附近，847附近。那么保守一点的话，就放置在这个1.8240附止损，这大家去参考，好吧？第一个止损的话就放在这儿啊。第一目标，我觉得第一目标的话，棒加是破前高继续上行，这个可能性很大。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位置是不会存在太多的阻力的。那么第一个目标，我认为可以放置在1.84，就这个位置。第二目标，我觉得只要是棒加这一波再往上突破的话，它就会继续延续这整个上涨的格局。啊，我不用这个鲜花，这个鲜花有点丑。就会继续延续的整个上涨的格局。好吧，所以说我认为棒加还不要急于去空它，我认为多单在破位之后，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们这个中国这两天两会，这个应该也不能说是两会，2.5会，对吧？2.5会，3中全会、2中全会、2.5中全会结束了，对吧？也是这个时间是有一些过早的，那么也是出现了一些政治格局方面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给予了预测，就是。本来的上一届常委当中的第7位王岐山啊接任国家副主席，同时习近平也取消了终身制，那么这对中国现在的政治格局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也是自毛泽东邓小平以来政治格局方面的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们知道在邓小平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之后，那么他是在80多岁的时候是结束掉了终身制，对吧？就是
每一届只能任期2年，规定每个领导人最多只能任期2届，包括在后面的这个江泽民啊，包括胡锦涛啊，包括现在的这一直到现在，那么习近平是把它给终结掉了。就是说，对于这个宪法的修改啊，自邓小平之后，主要一个宪法的一个制定的一个规则，游戏规则。被习近平改掉了，那所以说，同时呢，也是在，本来的这个中央纪委领导小组的组长，中纪委的一个这个书记，中纪委的老大，他们本来是在上一届是退位了的，结果呢，现在又是加入到了整个国家副主席，所以说现在对于整个中国来讲呢，基本上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领导，现在就是说他们两个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的。那么，把之前的一个，你像人大，对吧？人大呀，然后这个中央，这一派呀，那一派呀，是吧？形成制衡的，就三面形成制衡的。那么现在就是一边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了，实际上是把这个人大给架空了，就是说这个团委啊，对吧？把团委给架空了。所以说，现在中国的这个整个经济的整个政治的格局变化非常大，包括经济现在也是一样的。新的这个保监会跟银监会进行了合并，保监会跟银监会进行了合并。那么新上任的一个领导叫什么来着？他也是从美国留学回来，就是有希望是加速中国的金融改革。那么包括中国股票的一些机制的一个改革，比如说加入这个退出机制，加入退市机制，比如说是放开这个金融市场，把外汇交易彻底的合法化。比如说是去将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推进，比如说测控机改革，再比如说这个进一步开放大宗商品的交易市场，比如说把债券市场进一步这个公开化，这都是接下来改革的一个重点。但至于会不会就是说形成一个在金融方面一个大的再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呢？我觉得还有待考证。从政治方面来看，我觉得我有一些担忧，就是这个。虽然说王岐山他又懂政治又懂经济，他是学历史的，对吧？但是他曾经也是北京市银行的行长，他有个外号叫做"救火队长"。那么他在金融方面实际上是有几把刷子的，但是至于他会不会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因为改革的话就必须得得罪人，对吧？在中国这个体制当中，就必须涉及到一些触及到一些集团的利益，那这个会不会这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下去？我觉得还有待进一步，有待考究。所以说，政治方面是收紧的，金融方面会不会放开，一个蛮大的议题。尽管现在新任的这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名字了。啊，新任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个人，他是有一些留学背景的，啊，叫易纲，对，叫易纲。因为我老想着以前有个叫肖钢的，对吧？肖钢是2015年中国这个闹股灾之后就把他给解雇了，对吧？成了替罪羊。包括那个时候一些中国的一些私募基金啊，大型私募基金的一些，比如说像名字都想不起来了，都锒铛入狱了。肖钢叫易纲，对，易纲。他会不会在这个方面有所建树？我觉得是我们中国股民或者是中国投资人。在接下来几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啊，如果是大刀阔斧的改革的话，尤其是如果开放外汇市场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现在在电脑跟前听课的各位，那么就是金融市场当中的先驱者，啊，是所有世界上所有交易市场当中最大最大的市场，是流动性最好的市场，没有哪一个金融市场有外汇市场规模这么大。当然，中国是一个相对在金融方面管制非常严格的一个国家，它是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股市的机制，它也是设立了一些三重标准，比如说 T 加零，T 加一模式，对吧？为什么要 T 加一呢？为什么要去设置涨跌停板呢？那么为什么要去实行单边交易呢？为什么叫单边交易？就只能买不能卖嘛，对吧？为什么呢？这三重的这个设定都是有它本身的原因的。所以说，至于之后在金融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大的改善，我觉得还有待观测，好吧，有待观测。只能说是一个相对来看是一个好的开始。至于后面怎么走，我觉得还，
还有待考证吧，有待考证吧，好吧，我们这个今天的一个把今天讲解的一些再汇总一下啊，再汇总一下。那黄金等待高空，第一个今天推荐的货币就是澳币对纽币的多单，那第二个就是棒价的破位的买入，那第三个呢就是纽币的一个两个目标到达之后全部出场了结，那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欧澳的继续持仓。不要轻易的下车，好吗？偶尔继续持仓下去，好吧？这是今天给大家的一些总结。那么在明天美联储宣布货币政策纪要之前，我也不希望大家在这个关键的节点有可能发生一些上下非常大的波动的一个周期去用太重的仓位。所以说，再次回归到刚才讲的一个位置，刚才讲的一个地方，就是金融交易，我们做外汇交易实际上是一项长跑运动。不要在短期之内取得太好的成就，或者短期之内的大涨大跌、起起伏伏，自己导致自己交易曲线的一个这个上下的波动非常大，这样是都是不太健康的交易习惯，我们要把它改正过来，好吗？利润是在时间的积累下慢慢的成长出来的，所以说你看冯仑说嘛，冯仑他说，时间是成功的函数，那么在交易当中也是。对吧？这个时间是利润的函数，利润只有通过时间的慢慢积累，才会形成一个质的增长。所以说，大家不要在短期之内寻求那种一夜暴富、破釜沉舟的交易机会。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反思，有一些反思。那么最近也是不要用太重的仓位去进行交易，好吧？好吧，那最后给大家2到3分钟的时间提问。大家有问题可以在群内或者在 webinar 的这个里面写的，说我都看得到。原油啊，你看看原油。原油也是昨天是走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弹啊，在底部是走到了这个原油也是在底部是走到了从这个50、61直接上涨破了62.83。那么我们昨天是准备是在打算是建议大家在破掉这个63。去买入原油的结果，它没有达到这个位置，直接就下去了。那么今天原油怎么看呢？我觉得，既然它昨天反弹上来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是去看，不应该在这个位置去看空它。我觉得至少得等到643这个地方再去看原油有没有好的交易机会，好吗？整体原油的话是日线级别是仍旧是处在一个震荡。单边下行，但是有可能改变这个格局的位置，所以说在63这个地方，原油会出现一些行情的分化和分享。那么我们要空的话，也得至少等到63这个地方出现一些底部形态之后，然后再做空它。这个位置我觉得不，至少现在来看不太适宜去加入交易。在趋势上涨的运行过程当中，你去做多的话，方向是对的，成本不好，那么方向是对的，成本不好。不要在这个位置空，空的话就是逆势交易。我们得等到原油走到63，再看它发生的一些变化，再去做一些具体的调整。啊，等到63再去做一些这个具体的调整，好吗？这个是原油。有同学讲啊，纽币的多单还拿着，怎么说？纽币的多单，我昨天是已经出场了呀，给了三个位置，就是给了两个位置。因为我个人是看短线看涨纽币的，就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是第二目标，今天我是全部了结了。这第一目标点刺到之后，第二目标今天点刺到之后就全部走了。所以说我。刚才去讲到过，就是这个短线的多单是不宜留太久。至于再次来到0.72，会不会形成反弹？我觉得还存在定数，还存在一些不太确定的因素。那么我们在等待它在0.72做出一些反应之后，再去实行相应的措施。好吧，琪琪同学，
1.8322。1.8322，哦，你这个空的8322在这位置空的，多的是吧？也可以啊，这个多的位置可以啊。止损的话，那你如果是在这个位置多的话，那止损就放在这个1.83388就好了嘛，对不对？大概是87个点整止损，然后再等待它上破。今天没有破，没有入场报价的话，就等它破上去之后再去入场。对不对？这是棒家的交易机会，我觉得棒家还是近期来看是一个比较好的关注的品种，大家可以值得去关注。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一个品种。那今天还要推荐的就是澳纽，棒家和澳纽，看一下澳纽。澳纽现在正在回调。离我的入场位还差一点，好吧，就关注这个底部买入的位置，两个目标吧，第一目标，第二目标，啊，第二目标，这是澳纽。好，那今天的这个。啊，今天的这个亚洲盘的讲解就到这边结束了。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明天。啊，这个新的行长，新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主席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惊喜？那3月份加息几乎是已经成定局了，但是市场会不会成定局？我觉得还暂未待定，好吗？我们再去看一下会发生哪些变化。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进行讲解，不见不散。祝大家交易愉快，拜拜。